本来是寻找苏格兰高地最凄美的废墟，结果让俩羊给撸了。哇，它好 cute！ 我从来没有见过羊可以被人摸，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吗？好漂亮啊，还烟熏妆呢，你看画的。那两个老外撸羊就没撸到是吧？没撸到，他们会跑上这羊就跑了。哇，这个羊跟我一样喜欢女生。他主动去找那个姐姐，投怀送抱。这世界怎么了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直羊吗？那就是挤羊奶的地方。它不是像猪那样是两排那种。对，不是。我都没吃过羊奶，不知道。当然猪奶我也没吃过。我就是说，我就是说，这个是小姐姐，那这个就是小姐姐的男朋友呗。给羊看个公主抱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这俩羊在等你。行者无疆，来苏格兰高地，让我们一起撸羊。